其实这一切全都是义父布下的一个局。飘絮，我一道海棠六声丹马手都只是义父的棋子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布一个局，令曹正淳觉得我们已经溃不成军，好让他提前出手陷害义父，夺取护龙山庄，然后趁机将他一举诛灭。至于我们几个人，都只不过是牺牲品而已。所有事情当中，只有一件事不是他安排的，就是程兄弟的出现。飘絮呢？他自杀了。我发现了真相。他没法面对我。他一直就是义父秘密拆迁的凶手。很多人的死算在一刀头上的都是他杀的，这其中包括国舅、傅大学士、我的妻子做错了事情，天涯也没有眼明再面对你们，只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照顾朗儿。大哥，我以前一直不服气，为什么你是天子，而我只是弟子？直到现在，我才真正的服你。像我这种人有什么好佩服的？你的承担，你对大嫂的身份一无所知，可是你依然愿意承担她所有的过失，若非大仁大勇之人是无法做到的。现在站在皇室身边的只剩下我们四个人了，所以你不可以死的。没错，既然神侯的策略已经被我们识破，这个残局我们四个是一定要收拾的，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面对，对抗义父。哎，段大哥，我知道你跟神侯情同父子，但现在是大是大非的关头，我程世飞平时那么贪玩，都想着跟他划清界限，你没有理由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这条命本来就是要还给义道的，所以生死对我已经没有意义，可是让我去对抗义父，就必须堂堂正正，事出有名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义父在天下第一庄动手拿你们，已经跟你们恩断义绝，程世飞跟他素来算不上有什么瓜葛，只有我跟义父恩怨未了，我不能不仁不义。你想怎么样？明天到护龙山庄去见义父。要走的，一定要走。
让我动了真火。你在我们眼中只是一个过了时的老家伙，你还有什么火吗？别太狂妄，义父，你的事我已经知道了。我跟你相处这么多年，我对你很了解，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。义父既然快言快语，天涯也不婆婆妈妈了。天涯今天来护龙山庄，是为……至此而决，两不相干。三个响头就可以还得了我这么多年在你身上花的心血，太便宜了吧。申侯要天涯日后补偿，但请明年。除非你受我三掌。如此而已。你真的敢受我三掌？请申侯赐招。
好，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强，还没有死。谢神侯，我已经报了受益之恩。你要接受我第三掌，这一掌是我苦练多年从来未曾用过的，就用它来清除所有障碍，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。现在还可以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可以选择为我做事，我可以跟你分享一切。请赐第三掌吧。朕匆匆前来，为其通报，请神侯勿怪。皇上今日这么有雅兴，到我护龙山庄来，想求神侯一件事情。皇上居然有事相求，朕要带天涯回去。是他自愿还恩受我三掌的，现在救命受业之恩已偿，但养育之恩还没还。他接受我第三掌，救命与受业之恩反而难还，这养育之恩吧，不外乎是钱财，朕替他还上便是了。皇上还是不要管我们的私事。现在也是朕的私事，母后已经认他为干儿子，他是朕的兄弟，皇上是一定要维护他。请皇叔给朕一个面子，他已经受了你两掌，痊愈的几率不高，就让朕带他回去吧。朕以白银万两、900里封印替他还债，请神侯笑纳。告辞。你还在这里生我的气？我只不过是个弱女子，我怎么敢呢？苏醒，你明知道我是怎么对你的，为什么你还要常常顶撞我？我想见菲儿。如果她归顺于我，虎龙山庄当然可以自由出入。但现在摆明要与我为敌，我又怎么可以让一个敌人来到我的家探望我妻子？如果菲儿真的与你为敌，你会不会杀了她？我是被逼无奈，我会。如果你伤害菲儿，我这一世都不会再跟你讲一句话。那如果他要伤害我呢？我会劝他不要。苏醒，你对我公平点好不好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对。受心是肉，受背也是肉，又是我宁愿从没醒过，还睡在天池冰窖里。苏醒，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在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说话，只有你。但你不要这样对我。我们大婚之后可以生很多孩子，我们将来的孩子，我会立他做储君。你明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身边连一个聊天的人都没有？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把身边的人当做一个人看待，就算是养大的、栽培的，你也只不过当他是一颗棋子，是帮你完成任务的工具。他们知道以后就会离你而去，就算你再培养多少人也好，根本没用，你根本看不起他们。到最后你只不过是一个孤独的老人。不要说了。在你心目中，36天罡、72地煞只不过是一帮笨孩子，
你会跟他们聊天吗？做天下第一人是孤独的，你的武功已经是天下第一，难道你要拥有整个天下，做到万民在你脚下至高无上才是天下第一吗？武师，高处不胜寒，去到哪里你都是孤独的。闭嘴。众卿家深明大义，不辞劳苦，由各地赶赴护龙山庄，与朕共谋大事。待朕登基之后，定论功行赏。谢主隆恩。你们的兵符呢？酒宴，你们可以在护龙山庄歇息一夜，歌妓舞妓，等大家尽兴。明日一早，随朕上朝。皇上，今天没有早朝吗？皇上不是下旨暂停早朝半日吗？对，朕这些日子一直都无法入睡。什么都乱了，他们太令朕失望了，朕实在不想看到他们那副窝囊的样子。可是皇上，干嘛那么慌慌张张的？身后他带着十大将军，正朝着宫里来呢。有没有带兵马？没有，只是有八大护卫。叫侍卫不要阻拦。为什么不提前禀告朕，也好让朕在西宁宫为皇叔设宴？不招，客套的话我就不必讲了。朕今天来，就是想跟你先礼后兵。这个皇位本来就是朕的，不过朕看在先皇的面子上，让你做了这么多年，你也该够了。你虽然是皇叔，但你刚才说的话，实属大逆不道。所谓胜者为王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，真是让朕失望。这里有十大将军，他们掌握了天下的兵马十之八九。哼，你问一下他们是支持你还是支持我。来啊，把叛贼拿下。哼，你的臣子全都是明哲保身，不会帮你的。你们叫朕什么？皇上。没错，他们叫朕皇上。反了。全反了！你是朕的亲侄，朕绝对不会伤害你，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请你三天之内交出玉玺，然后公告天下，说你因病禅位于朕，朕就会赏你一个世外桃源的封邑，在广西桂林，那里山明水秀，四季如春，冬天也不会下雪，你在那里养病再好不过了。虽然你年轻，但是你也得学会怎样去尊敬长辈。以后绝对不可以再对朕说你，要称呼朕为皇上。这一次姑且原谅你，下不为例。朝政繁忙，你有病在身，要多多休息。以后朕已经吩咐下去，所有的奏章都要送回护龙山庄，由朕亲自批阅。安心静养，不送了。哎，他好几天都没有开口讲话了，听说他在跟神狐赌气。我真不明白神狐为什么那么喜欢他，
他有什么好的？哎，我们年轻，有人说上了年纪才知道什么叫爱呀、啊。我只知道这叫……我看你们才笨得像只猪。娘，菲儿，娘，菲儿好挂念你啊。娘，那个申侯有没有亏待你啊？他怎么会亏待我？只不过我怎么劝他都不听。哎，他已经被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，他怎么会听你说呢？会听才怪呢。你刚才来的时候没有见到他吗？他带着十大将军进宫耀武扬威了，我看他也不会这么快回来。娘啊，不如趁这个时候我们远走高飞好不好？走。你不想菲儿和云罗以后每天都伺候你吗？想啊。想就走啊。哎，我不可以走的。为什么？就像你说的一样，他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如果我跟你走了，他回来见不到我一定会大发雷霆，到时候我怕他会控制不了自己，那些无辜的人就会遭殃的。假如我留在这里的话，他会想尽办法逗我开心，希望我将来做他的皇后，或者我说话他会听的。我做儿子的怎么可以把娘留在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呢？万一他真的疯了会伤害你的呀。他不会的，就算他杀天下的人他都不会杀我，因为我是他的梦，在梦还没有成真之前他不会捣碎自己的梦。不行啊娘，我不可以把你留在这里。听娘亲的话，你回去吧。娘亲留在这里，如果他有什么举动的话，我会尽快通知你的。那你怎么通知我啊？外面石阶有两盆花，种的是黄花，如果他有什么举动的话，我摆盆兰花在外面，到时候让郡主来找我。为什么让郡主呢？云露是郡主，她是千金之体，就算她来看望我，第一沈侯不会反对，第二她的手下见到也不会对她怎么样的。嗯，皇宫里面有一只西洋千里镜，可以看到很远的东西，我就每天派人在对面山上看着这两盆花。菲儿，你要小心呢。知道皇上您工作繁忙，特意吩咐厨房做了几道小菜，素心与皇上共饮。你不再生我气了？素心想通了。是吗？素心只是个小女子，对国家大事一点不通，本来就不应该参与任何意见，令皇上烦恼了，请皇上恕罪。何罪之有呢？素心，你知道吗？这20年来，你就是我努力的源泉。不管你有什么过失，我都会原谅你。素心敬皇上一杯，作为赔罪。走走，你看好不好？当然可以。但是外面那么多人监视着我，我什么地方都去不了。你拿着我这块金牌，除了离开护龙山庄之外，山庄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去。你还可以命令所有的仆人，包括36天罡和72地煞为你做事。将来我们大婚之后，你想怎么安排？都由你决定。真的？君无戏言。但愿我们可以生生世世永远都在一起就好了。就让我们生生世世
永不分离。三位亲家，估计朕在位的时间不多了，你们这些天替朕到处奔波，辛苦了。皇上千万不要放弃，朕能不放弃吗？他已经自封为朕了，十大将军都站在他那边，拥兵百万，朕已无路可走。十大将军站在神侯一边，是因为神侯掌握了他们的私隐，曹正淳要夺得护龙山庄，也只是为了得到这些东西。十大将军的隐私在哪儿？护龙山庄档案室。守着，千万别进来。如果我们把这些隐私弄到手的话，那么十大将军就不会插手这件事了，就只需对付皇叔一个人。可是臣等愿拼死一战。那我们如何得到那些隐私呢？吴三通以约战八大门派，于六月十五号战于太湖之畔。我应否前去？六月十五，太湖已成修罗场，吾先古三通而到，取信于八大门派中人。吾不得已，将八大门派中人功力尽归己有。原来是他。是他陷害三通。皇兄，程世飞。什么事？刚才探子来报，护龙山庄的石阶上有一盆兰花。兰花配的望山，为什么在石阶上？这是娘亲给我的一个暗号，她一定有事通知我。那还不快去啊！你一个人去太危险，我们三个一起去。好。我也去。好，你们一块去吧。偷偷的进了朕的密宗室。我还看到你所有的秘密。你看到我所有的秘密？你陷害三通，你假借皇上旨意追捕他。当年我是迫不得已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整个计划你都没告诉任何人，但将所有秘密埋在心里，你觉得痛苦，所以你选择写下来。天网恢恢，今天全都被我看到了。你烧了什么？十大将军的秘密档案。你想不到，你输给了我。来人，好好看着他，以后不准离开这间房。天罡大阵。
这一天终于来了，是，终于来了。这张新龙椅是我特别定做的，漂亮吗？可惜你永远没有机会坐上去。好，好，这几年我都没有好好的教你们功夫。 今天看看你们进境如何？好，就请身后赐教吧。 当日你爹曾经这样说过，铁胆朱无是，被我搞得好惨呐。为什么？我跟他说呢，非童子之身不可以练金刚不坏神功，他居然就信了，竟然不去练这天下第一的武功啊！我又跟他讲呢，金刚不坏神功一生只能够使用五次，哎呀，他又信了呀！他真不知道假不知道的，我的外号叫做不败顽童啊，一生骗神骗鬼为乐。 你变成虫。
天下无敌手，打得申侯变成狗。少废话，让你见识一下我申侯气功大法的最高层次。自己割下来的头放入锦盒里交给神侯，我要他亲眼看见自己的梦破灭。苏心，苏心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苏心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呀？为什么？身吧，谢皇上。徐大将军之错能改，皇
皇上龙恩浩荡，赦尔等罪状俸禄减半，各藩所属地区继续保土卫疆。谢皇上。骏马程是非上前听风。谢皇上。骏马程是非恭维快乐神侯，只有俸禄没有官职，不为朝政，以后日日夜夜陪伴郡主便是了。啊，那我不是很惨？你说什么？谢皇兄。段天涯，归海一刀，上前听风。启禀皇上，臣和一刀只想皇上能够恩准归隐，从此不再踏入江湖。对，朝上奸佞已经荡然无存，请皇上恩准臣等退隐。卿家此言差矣，朕只想二位接替皇叔身前的职位。可臣等实在不愿再做搜集情报、窃人私隐的事情。谁说朕要让你们干这些了？朕只是想你们接手护龙山庄，为社稷培养英雄豪杰，把护龙山庄改变护民山庄，其用意是为百姓伸冤，诛杀这些贪官污吏，以正国法，以尽私。如果海棠能看到现在就好了。会的，因为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